你好，你什么名字啊？你什么名字啊？喂，你听不听懂我啊？哈哈，你什么名字啊？你有几多岁呀？你几六分没有啊？你几分？你不知道？你有没有老公、孩子啊？你离婚啦、啊？哈哈，你有没有小孩子啊？你有多少个小孩子啊？他们多大呀、他们几多岁呀、哈哈，九岁7个月，你啊在哪里工作过啊？在那个马来西亚工作是3年半，然后在新加坡2年，然后在那个台湾2年。哎，你可不可以说English 啊？Can you speak in English？Yes, I can speak in English, but just a little only. 哈哈，你在Malaysia，你照顾多少人啊？对，有在 Malaysia，他们有多少人啊？他们有先生、太太，8个人，有先生、太太，有没有孩子啊？那5个小孩，他们几多岁呀、他们是小孩，现在已经很大了，一个啊？哦，是已经带了，哈哈。二十，然后一个是15岁。明白。你在新加坡多少人啊？你照顾3个人。那一个小孩子多大呀？5岁，男生还是女生啊？你怎么样照顾他啊？我只有照顾小孩跟大扫房子而已。哈哈，你在台湾照顾多少人啊？我照顾4个人。4个人，阿公阿嫲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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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